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简小白。现在我又来到了重庆的奉节啊，我从重庆的主城区开了有5个多小时，来到奉节。到这边来干嘛呢？大家记不记得我之前到奉节的视频呢？就是我到这个奉节来吃了那个脐橙，我觉得挺好吃的。然后呢，当时我在直播间还在问大家，就是说大家想不想吃奉节的脐橙？因为咱们是一个带货非常失败的主播，我带那个头枕没卖出去几个啊，然后就很多人鼓励我嘛，他说你不应该带头枕，那种差异化、同质化太严重的那种东西不好卖。然后呢，鼓励我就是带货卖脐橙呐，因为脐橙他说是吃的东西，民以食为天啊，我想也是这个道理啊，所以我专程跑到奉节来啊，就是给大家找非常非常好的、不错的一家的那个脐橙呐。这两天我在这边干的就是这件事儿啊。上一次阿宽吃过那个奉节的脐橙，你觉得好不好吃？好吃，超级甜。大声点，好不好吃？好吃，超级甜。真的，你不要昧着良心说话呀！当时真的呀，你自己我吃了好几个了，我在那摘。你以前有没有听说过奉节脐橙？以前没有。以前没有。没有。你真的没听过吗？真的没有。奉节脐橙，我跟你说一下，其实在全国，特别是在云贵川渝啊，包括湖北这一边，它特别出名，超级的出名，包括在湖南都很出名啊。奉节脐橙，因为它那个肚子那儿有一个像肚脐一样的那个肚脐眼。我呢带着我老弟过来啊，就是给大家挑选一家非常不错的这样的一个果园啊，当地的农民他们自己的果园，到时候呢看一下，跟他们谈一下价格。和当地的果园谈的话，不可能把这个价格压得太低了啊。我也不可能就是这样去做，因为这么去做的话有点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啊。大家觉得这个价格合理，到时候我去看啊，还不错的话，大家就是支持一下小白啊。今天我刚到这边，天也快要黑了，非常的累。每一次他坐车都是这个样子，好累呀、啊，宝宝。什么时候到目的地呢？超级累了。哎，我问你，老板，你到时候，你叫你女朋友来买去过年。这个是不错，我们刚刚在路边也拿一个出来嘛。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在路边，就是自己买的一点，就买了几个，还不错，大家看一下，应该看起来应该也可以。你阿宽，你拿着镜头展示一下，真的还不错吧？这个闻着很香。你闻一下，香不香？超级香。这路边买的，我们在路边买的都买成8块还是9块？好吧，你付的钱了？八块五。8块多？嗯。我们在路边买的这个脐橙啊，8块多。他们这边的均价好像是这样，不知道有没有被坑。明天我们去找个果园去问一下，我感觉果园里面的应该要自己摘的话应该要良心一些，说不定别人还送给我们吃。好了，咱们这会儿到住的地方了，那找个酒店休息下来，然后呢就是这两天在这边找一找，就是不错的脐橙呢，联系好，到时候呢大家喜欢的就是我上架。这两天赶忙啊，就是这样，就是把它找一个包装好的那种果农他们卖的那些产品，觉得真的不错的上架啊。主要是还是去谈价格吧，价格不合适的话还是咱们来了一趟也是白来啊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简小白，现在我在哪儿啊？大家能猜到吗？这是重庆的奉节，我又来到重庆的奉节了。
我带着我老弟还有两只狗子，在我的身后呢就是这个长江。我刚刚咱们开车从那边桥头过来的时候，因为奉节县城在那边嘛，开车过来的时候呢，我就看到这上面有非常大的一片那个脐橙的果园啊，所以我就打算上来看一看啊。哇，哇操，好大一片！哇，这个小姐你买吗？啊，你这个能拿去哦？哦，拿去买，弄去买呀、啊？怎么马上跳到路边去买？嗯。哦，好多钱进了你那种？五块。哦，下来买几十斤嘛？那你们上头买了会不会便宜点嘞？啊？在上头刚才等要不要便宜点喽？我这便宜点，谢谢。哇！这个像满天星星一样，这样闻着的好香哎，感觉还真不错。这个地方，哎，我看到这里有主人家，爷爷你好，你好，在干啥子耶？哦，我们来你那个果园看一下，那个是你的果园是吧？哦，你要干啥子耶？只是提一下，那全是你们家里面的吗？那个是？哦，我刚刚上来的时候看到路边有人在挑起黑大爷担子，是你们家的是不是？不是的，那是我们家邻居。你们邻居啊、哦？那意思你们那个可以卖了哟，已经。现在都在黄市卖的。可以卖了啊？你们一年要卖好多哟？一年卖十多吨。啊，不建议我拍你噻，我拿去。那视频不建议拍噻，那时候不建议我拿我一个视频，我想采访一下，不建议噻，不建议哈，嘿嘿，感谢，哇塞，好多哟，我们过来看一看啊、哦，你们那个一年要采好多哟？一年呢，每一个户啊。啊、哦，你们家就你们家要产好多啊？我们家一年就15-6吨嘛。15-6吨？嗯。那是你自己包的地还是你们家的地哦？是我们自己家的。自己家的地。承包的嘛，原来。哦。亲戚承包给我们的。你做那个有好多年了哟、哦。哎呀，40多年了。那赚钱哎，你那个、嗯、还是？每年子反正要卖9万块钱。比我们那边的农民要好。我们那边就是乡下嘛，也是乡下，然后我伯父伯母啊现在在家里面嘛，他们那边种的地，但是没得像你们那个有你们那些产业、没得你们那些产业赚钱的。现在我们这全部就是种那个果子，我们这没得白没得搞，就是全部种果子，每家都是10多吨，一年卖几万块钱，都是一些老年人在屋里，后人都跟出门打工去了。哦，能够都是些60-70、50-60岁的在我们那边有电光，一年卖几万。你是年轻人都出去了哇、啊？年轻人全部都出去了。哎呦，一般都是50岁以上的都在屋里。我要是年轻人，我就宁愿在屋头搞那个，真的。我还想说，个人做个生意啊，做个生意啊，屋头没得那个卖的得。专门跑到你们那边来看一下，很多人就是想，就是啷个说啊？通过我的视频嘛哈，说买一些吃的嘛，买一些吃的，然后我专门跑到你们这里来看。我们这些果子好吃啊！确实，我闻起都香啊，真的。啷个那个是椭圆，那个是圆的。这个是又是一个品种，那个又是一个品种，那个叫7201。哦，那个是不同的品种是吧？那个叫7201，这个叫9951。那个是951，951，那个是721。哦，你们奉节的那个脐橙了哈，在全国来说都比较出名的，在云贵川渝一带噻，就是家喻户晓，真的。奉节的果园就在全国就有门出名。对啊，因为我们这儿是最早啊，70几年就在发展那个名头，就发展那个脐橙了哈，就在发展那个脐橙。哦，我能撑一点了不？这一点可以吧？可以。这一点撑一点。是吧？这两个。我这一点去就是，个人在车上吃哎。哎，你这几个吃完。感谢。你好多钱呢？我个人撑点嘛。啊。我个人撑点。你个人撑点啊？啊。也可以嘛。可以哈。你
阿宽，阿宽来，来拿。哎，不要，你不要跟我拿多的哦，我拿一点就行了哈，拿一点就行了，还吃不完浪费是吧？也是，你看那个椭圆的在这点其他的，我看，嘿，那个感觉也不错哎，嘿嘿，那个对，那个感觉也不错，可以。那个可以吃吧？这个可以吃啊。我这个，哎，这个我这个几个先去尝一下。我那两天都在你们凤姐，啊，我到时候觉得不错了，我再来，好不好？欢迎你们二天来。啷个收费？我给点钱嘛。哎，不需要，不需要。不行，我还是给点钱。亲自到我们这个地方来，吃几个果子无所谓。没得零钱。哎，不，完了，我身上也没得零钱。不给。你算，我拿几个好多钱？嘿，不需要。不要啊！耶，这个地方来了，吃几个果子还收钱呐？那也不像。那我们那个，那我回去吃啊。如果不错，我再多来这一点。哈，爷爷哈。要得。啊，感谢。那我就不好意思了。哎呀，我来，我跟。我给你拍个照嘛，拍个照，然后我给你打印出来，送给你，还嘛，要不要得嘛？啊？我免费的，不要钱。我不也不是免费啊，你那个是相当于拿了钱了，你没收我钱，相当于我给你拍张照，相当于还，可以噻哈。我经常在路上哈，我拿了别个的好处，我都要跟别个拍张照。然后你去干活嘛，我给你拍个干活的样子，要不要得？啊，要得吧？耶，看一下我的，下一个。你看我，不鸟，爱你，看我这里，准备。OK， 可以，挺好的。功告成，我要去下面打印了哈，车头打印了，然后把我那个照片打印出来给你哈，你就在这个地里面，你先忙你的，我去把照片打印出来再给你哈，你先忙你的哈，我都先不打扰你了。我们现在从山上下来，还要在车里面做照片啊，开了，到底是三个还是五个？最后再来两个给你们，最后又再来，那我得多给他打一张照片了。就这张照片可以啊，挺灿烂的，漂亮。照片打印出来了，看一下，效果怎么样？挺好啊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看，嘿嘿，拿着。第二张。哟，笑得好灿烂啊！啊，咱们拿两个相框出来，来，把相框给它封好。哎，看一下，哈哈，挺好的，两张啊，两个，感觉这一次啊，是不是就很有档次了？咱们一次性打两个。这一次够排面了吧，大家觉得哈，够意思了吧？不知道爷爷拿到照片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表情呢？哎呀，这爬上来好累啊，我看一下爷爷在这里没有啊，人不见了，去哪儿？爷爷呀，我好不容易走上来，人不见了，爷爷。哎，我还在找你啊，我刚刚给你打印出来，你看一下怎么样，效果怎么样？喜不喜欢？对，好不好？那个效果可以噻哈，嘿嘿，笑得很灿烂的，你可以了，比你在相馆拍的好看不？啊，你觉得相馆拍的好看的吗？还是那个好看的？我照相在相馆里去照很少，很少啊。这个拍给你哈，做个纪念。我来你这两个骑车，我们都是缘分了。我先欢迎你们一会儿，买广告在这儿，我们这里这么来。
要得要得要得啊！那我都先回县城里面去了，我住在那边的。在县城里啊，对头。在哪边边？就是县城里面，丰县县城那个江边边。江边边噻。啊，江边边就是你们那边县城。要得嘛，你都先去忙，我都走了哈。走了。啊，拜拜哈。你们上前走。啊，好，拜拜拜拜拜拜拜爷。好，走了你，走了走了走了。大家觉得就是这个照片换的五个骑乘划不划算啊？好吧。咱们视频到这儿啊，喜欢我视频朋友记得点个赞关注一下，拜拜。